歡迎大家收睇今晚呢一場比賽。今日嘅天氣非常之好，睇嚟觀眾咧都係受到呢一個好天氣嘅帶動啊嚇！見到球場嘅氣氛，哇，幾咁熱鬧啊！兩邊球迷坐盡力咁打氣啊！一個咁壯觀嘅球場，真係好適合呢場咁重要嘅比賽啊！嚟啦！今次得唔得啊？射門啊！個波踢翻去安全地彈翻出嚟，可以嚟多次啦！有機會入波。有波入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哇！班后防表现真系好差，点会俾人喺禁区里边系咁猜咧？都完全唔 mark 噶啦！阿教练唔知有冇爆血管啊？喂！啊！呢场波啊变得有趣啦！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经入咗波啦！呢场波开得几好啊！佢真系唔想冒险喎！哎，即刻攞翻个波先。马菲斯迪力特个企位企得好啊！卡路斯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啊，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迪保罗。反击的时候不够专心，失败机会这样浪费，失败解围踢翻出嚟，祖奥揀思路犯规啊！看到队友跑了是吧？拉弓入了网啊！真的顺道呢，阻都阻不住啊！个角度刁转成这样，哪有可能救到啫？这么冷静的射门入波就是必然的结果来的啦。他们攻入今场比赛的第二球，领先1-0，射佢，射中尾啊！攞到個界外球，佢將個波啊搶翻嚟，基尼安麥巴比攞到波啦嚇，助助木場搶得好啊，應該要睇實呢個球員噶，穿埋過去。喂，射佢啦，嚟啦，差一球啫！呢一场波嘅结果系点，都仲系未知数。值得欣赏咧，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啊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啊嘛！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！一个入波咧，对于比赛形势啊有好大嘅影响嘅，呢一球就系好例子啦。费达力高华为迪。马昆奴斯哥尼亚比赛开始冇耐啫，但系而家经已系斗得难分难解咯噃。
哎，个波翻翻去中间啦。呢啲咁嘅传波真系有机会射啊！道本润一个波飞出嚟，好抢咗个波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三浦之良喺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射佢啦！哇，守门员发威噃，佐藤寿人逼到龙门，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今场波第一个角球出现啦，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！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。接得好，起脚，呢球点呢？几乎毫无支援之下，佢嘅冷静咧真系冇得顶啦！呢个波好似入梗咁嘅吓，佢完全好似知道咧龙门会点喐嘅。呢场波真系峰回路转啊！嗱，呢场比赛咧就冇人可以估到个结果嘅，一两支都系劲旅，好难讲到边队有优势。诶，传翻转头再揾机会啦！整个反击都不错的，如果入了这球就世界波了。在眼前都挺多选择的，头先真是牙烟啊，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，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了又把握不到。迪保罗迪保罗卡鲁斯哇，呢下真係唔错啊，个波向前传，迪保罗整个远程抛，成班防守球员都应该可以松口气啦。野传得不错啊，简单的传送啊，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要射啦，把握到个机会啦，反超前啊，呢一球啊真系十拿九稳啊！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噶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嘛，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，掂唔掂咧？旁正举旗表示系越位。算是很准的一球啊！上半场结束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比赛对我们来讲真的很好运的，对领队来讲就可能就快心脏病发了。半场有领先优势，不过领先些少，比数是3-2啊。下半场已经开始了，祖奥揀思路，哎，接到了，好腳法喎！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富安健洋大腳解圍，搶翻個波啦！係咪要起腳咧？迪保羅，睇俾唔俾到個靚波？埋門嗰下啦！領隊都讚緊佢啊！截得好啊，對手冇曬符。好，清得不错，界外球，卡鲁斯，洛迪卡斯简迪，富安健洋简单直接咁清走个波先，踢埋上去，
哇！撞開對手，呢球傳得唔夠準喎。一個長傳啊，上前場，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先。祖迪俾寧行，攞到個波，仲有空位添。迪保羅有機會起腳啊！救得好啊，真係唔惹少啊嚇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個波反應夠快先可以做到啊！有個反攻嘅機會喎，中村好明顯係犯規啊！球證諗都唔使諗啊！呢個失誤都幾嚴重下波。哇！呢球有趣喎，俾人睇穿咗咯。哈魯斯絕對是當今足球典型踢閘的球員啊！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，祖迪比寧咸教炮啊，教正對方的後防啊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㗎？得唔得先？入得好靚啊！比數啊進一步拉開啦。嗱，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嚇。而家兩隊啊，相差兩球啊！哇，比數已經拉開到兩球啦，球場嘅氣氛咦都變曬喎。逼走對手啦！杜本人一個意志力咧真係好勁啊，睇下個防守做得幾好。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哎，呢招可以話救咗佢一命啊！一開始反擊好好噶，不過有頭威冇尾陣，我話唔定一球定勝負啦。Keeper 嘅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。在右路突破得不错，现在又怎样呢？祖奥揀思路，够晒警觉性啊，可以解围啊。试下压埋去啦，将个波清走了。穆斯亚拿不会想输的，穆斯亚拿，穆斯亚拿，穆斯亚拿跟对手单对单，在眼前都几多选择的，球证吹鸡犯规啊。呢個波點追啊？袁大志唔夠準喎，好似瞄住個前場嚟斬啊！咦，唔錯啊！唔錯啊，靚走位。喂，好似佢同隊友有啲溝通問題喎。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。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莫迪力攞翻个波，费达力高华为迪个波传向左翼，
成個反擊都唔錯嘅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截走個波啦！唔想犯錯啦佢。呢個反攻果然夠快喎！個攻勢組織得唔錯噶，好好把握。呢球點咧？咁都唔使失，真係有運啊嚇！高魯夫話齋防守由前鋒做起啊嘛，一搶到波咪射得咯。睇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時間夠，佢哋可以話踢出真功夫啊！隊員們咧個個都非常之稱職啊，毫無疑問，佢哋真係踢得好啲過一邊嚟噶。Kimman， 頭先場波咧，你點睇啊？有乜嘢好過咧？一攻門你就已經入到波啊！當你領先咗之後，你差唔多係話曬事噶啦，你可以控制住呢場波嗰個優勢繼續踢落去。所以我覺得佢最後贏波咧都好應份。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在这里我们多谢我们的足球专家 Kimman。 哇，这么快就完了吗？